요즘 나한테 방송 준비도 하면서 틈틈이 중국 공부도 좀 하고 있고 그리고 애들하고도 놀아주고 있고 그런 거 지내고 있습니다. 然后他，他说白天的话，他就是准备晚上的直播，然后学一学中文，然后再跟小孩子玩一下。欢迎大家收看，就是木恩的直播。然后现在这一局对战呢是，木恩在出生在地图的5点钟位置，然后这个暗夜精灵，蓝色的暗夜精灵，然后地图的左上方11点位置是一个兽族，这兽族是 Fly， 然后地图呢是 AI。然后开局的时候，探路一个苦工过来是看到了木恩在练这个点，刚才木恩说过，白天的话，他除了准备晚上直播以外，他会陪家里的小孩子们玩一下，然后学一下中文什么的。职业的话，因为梦现在就是 pro gamer， 是一个游戏的职业选手，所以他没有其他的职业。跳劈，然后倒下一个 AC。
这如果就是绿皮黄皮再掉一个的话，就非常的疼了。这个转职的话好像之前有问过他，但是他说还是喜欢卧箱这个游戏，然后没有考虑会转其他的项目。莫恩的话他是在韩国的家里面做直播，他不在中国。绿皮的话刚才是回家喝到了水，然后绿皮是安全的。他平时除了卧三的话好像别的游戏不怎么玩，然后就是2015年年初的时候决定再继续打职业的，所以今年起码就是2016年这一年他比赛啊还有一些邀请赛他都会参加的，然后直播也是在一直在做，所以就可以大家多多关注一下。然后下个月的话我们直播的形式会稍微有所变化，因为这个月比较特殊。然后下面那个直播公告上面有梦的微博，然后他经常看，然后你们可以用英文跟他交流一下。然后他昨天发了一个转发就是抽奖的一个帖子，你们可以转发一下，然后他会送3张的签名照。就跟家里两个 BW 是开始出鸟得了，这一局应该还是会想用吹风打。就是木的微博名字就是张凡后木，然后你们可以搜一下，然后关注一下转发微博，会送3张抽奖单，送3张签名照。然后这边他中文的话简单的会说一点的，然后他也在学，然后你们不要太急。莫最后那个名字是念户，四户就是客户的那个户，一个音。翻译妹子她是朝鲜族人，所以她母语是韩语，然后她应该会觉得中文比较难吧。中文怎么说呢，还是有点难度吧，我也说不上来。木的韩文名字是叫唐在侯。我是中国人，我只是少数民族。这边是两个妹子，你也可以理解成翻译妹子又开了一个变声器，然后两个人在聊。我现在没在韩国读书，我只是在中国，今年刚毕业的。
All geared up. All systems go. I'm all geared up. I think they have all. What fire is just running? I'm all geared up.哦，第一局喝了一口水，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把那个鱼头人打掉。哦，抽了一下。TK 好像也没有血量了，然后是不是 TK 啊？好吧，好像延迟有点大，你们就看吧，我就不说了。Insufficient form. Engine running. I'm all geared up. I am prepared.
이번 플라이죠? 네.
木恩是知道对手是哪个选手的。我看到你刷了50个火箭之后，我很绝望，因为我觉得以后我都不可能在莫恩的那个贡献排行榜里面排到第一去了。然后赵老板，你再刷一下，你最近有没有时间可以打我三的？莫恩说想跟你约一下。或者是让莫恩去打你打2v2也可以的。不打的。这样的话那就让他专心直播好了，因为他也是很感谢你，然后不知道就是可以就是从那个其他方面怎么样，就是跟你有一个互动。那以后也请赵老板多多关注我们梦的直播。好的，反正赵老板有要求的话，或者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提，他会满足的。然后等一下打完了，我跟他讲一下。
what lies in it all bears. Unleash my strength. 第一局这边好像是一个敏捷加八，防护看着还不错。莫文他是从2013年 WCG 比赛之后就暂时去服了兵役，他这个电子竞技这个魔兽选手的这个是没有退役的，然后现在是从兵营里面出来了之后就继续打他的这个职业选手的这个比赛。然后 Lucifer 的话现在也是在打沃三，前两天就是12月份的时候去北京参加了 PGL， 然后现在也在别的平台播那个沃三的直播。之前那个我们去银川 WCA 的时候，那个乔林同学在我们酒店里面，就是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全部都是外籍选手，然后有一些中国的解说，然后乔林也住在那个酒店，然后酒店的那些就是服务员每天早上进去自助餐厅的时候都和他讲的是英语。然后是为什么呢？然后估计那个服务员他是一个沃三粉，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这人不是在韩国预选区被淘汰了吗？现在 Gravity 的话主要是在欧洲做风暴解说吧，还有星期二我看他也有在做解说。然后这个的话那时候看一下他们两个，因为很久没有联系了，就突然联系会有点怪，然后这个还是要听莫的意见的。两刀不是一个，我跟梦的话只是翻译的关系。反正以后直播的时候我尽量都会在的，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木的直播，然后因为1月份比较特殊，然后近期的话可能就是晚上6点钟到12点钟都会有播，然后2月份的话我们会有个时间表出来，到时候形式也会稍微变一下，然后的话到时候形式的话跟木再稍微商量一下。好，莫现在张开嘴巴了，估计这场游戏。我错了，我不说了。练神的话他现在在服兵役，这个问题已经被问过很多次了。然后就是关于 Bob 还有 Lin 的
问题弹幕再出现的话，希望大家帮忙回答一下，不然的话一直在回答同样的问题，我觉得听的人会很烦。我现在去了那个，就是去了军队回来以后是长了点肉，没有像以前那么瘦，但是还是好瘦。